这个发廊还在，一直在，对吧？这绝对没走。我想想啊，这正对的应该就是这儿，从那儿上去没错。这现在这个就是早期的九霄，九霄是停车场，晚上可以把车停在那儿，然后九霄应该是三层。 三层，一层什么都没有，从二层开始吧，三层。其实九霄那地儿我挺喜欢，但是好像就一年，就一年多一点吧，一年多一点。行，九霄完了，咱去老的八十八看一眼。轨迹，电音轨迹，电音十年左右，电音得有二十。啊？电音得有二十。 九二年就有，但我觉得那个不应该完全叫电音，那时。我觉得辉煌真不是这几年，辉煌那会儿有四九五九六，叫那个叫电音，我觉得还不大，对，迪斯科，对，那应该叫那个，但是那是一最启蒙的那个阶段。然后是，然后就在一个叫那叫那叫的店旁边那个叫什么来着？ Offbeat。然后就是八十八了。这条街叫什么？新东路。新东路。当初夏天的时候，门口坐了一片人啊。特色林等都过来了，什么都有。而且还有就是自己那种开着车把后备箱打开就在门口卖酒的那种外国人。存在不到。九九年开的，零一年、零二年初九。最后一场 party 是咱们做的吗？你要是说这个故事，那就没完了。各个阶层的人。 现在各种人都可以让他在这里找到他们想要说的事儿，想起他们想要回忆的东西，因为那是一个里程碑的那么一个夜店，也不叫夜店吧，一个俱乐部。反正就是说，从他的装修、从音乐、从做活动的人，包括 DJ， 都是从那儿开始接收那个现在的。 电音文化的一个启蒙的地方。反正我在那儿待了，从开业到关门，这个反正经历了所有的各种事情。我们当时 就做摇滚乐做了很长时间，最后97年开始做 DJ， 接触这些电子音乐。96年嘛，Depeche Mode 我记得。第一次对电子音乐有兴趣是96年，就真的是被电子音乐给收了。之前呢？ 坦白说，我们都是摇滚乐迷。对对对，没错。摇滚乐迷是抵制电子音乐，我觉得抵制，一直到99年。是对我来说一个转折点是，看了那个电影《Trainspotting》， 那里边的电子音乐，尤其最后一首。对，然后是里边的那个主人公说了一句话：“这个时代在变，那个音乐也在变，drugs 也在变，什么都要变了。”所以我一下就。 就你比大家早变了56年，所以我回来以后，开始在节目里面放电子音乐。我以前的那些听众还在听 grunge， 还在听那样的 Nirvana， 或者是 punk， 然后觉得你怎么放这样的音乐？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口号出来了，比方像 Prodigy、Underworld、Chemical Brothers 这样的音乐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把摇滚乐带入到一个新的。 领域了，那有一个口号叫 Rock and Roll is Dead 啊，对对对，我好像见过这种 T 恤衫啊，对对对，就是说摇滚已经死亡了，然后但是呢，其实它的精神在一种新的形式里面出现。那时候有一小唱片店，你知道，就叫在玉德胡同，挺有名的，就胡同里的一个小唱片店。就那时候 Chemical Brothers 什么 Underworld 那时候有很多这种，包括老人感电那个。 就有一个法国的那个 label， 就 F Commission， 就我记特清楚，那时候有很多新的电子音乐了。那时候电子音乐还不是说那么
纯指跳舞，就是用电子音乐制作的这种新的音乐形式，有很当然也有很多是那时候有 house 啊 trance techno， 然后也有像这种 break beat， 就很多新的这种元素的出来，所以那时候特别感兴趣，就开始就是买了很多那个 CD， 都是正版的，135差不多啊一张。那时候反正钱都买 CD。当时听到这个音乐，不知道这个音乐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因为就觉得这个鼓的声音和键盘的声音跟乐队不一样，就是它不再是一个以吉他为主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就是那个声音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我想你也是，就是一开始是摇滚乐迷，进入到电子音乐都是先从 Underworld 的 Brothers，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带有一点 Prodigy， 对，带有一点那个有摇滚的摇滚能量的，然后进。把那个电子另外一种 digital 元素，对，就是那个时候是数字时代。但是我小时候挺先锋的，我88年我就坐105倒那个332，好像去紫竹院看欧阳他们跳 PB 舞。那时候我才你小332这都知道。对，我小时候每周末都去，那时候我才可能大概4年级，那就是我第一次参加 rave party， 铺一个地毯，边上搁一个双卡录音机，那灯着呢。那种几个人跳着、啊、不是铺地毯，是铺一块地板革，就开始有一些 disco， 就是那种 disco 也放摇滚，然后也有一些什么舞曲。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种大的 DTing， 那时候 DJ 收入挺高的，在那年代一个月10000多的收入已经了不得了。我那时候在 NASA 弹吉的，在那个还在 NASA 那个弹吉的唱歌，那时候就在 DTing 里的，然后那儿的 DJ 我都认识，而且我那时候像我那初中同学周日晨什么的，都他87年就开始做 DJ 了的，所以 DJ 这行业在北京有的话，应该85年87年就反正那时候就有，像那些酒店里头就有一些那个 disco。当时完全不懂，就是你要知道，在国内的这种基础条件，我们能接触到以前像从摇滚音乐有打口袋。这种打口 CD， 但是像电子音乐的话，完全得是自己，确实自己喜欢的。最早一开始在国内就是 disco， 所以我们最早听的那个真正是跳舞的是那个，实际上是霹雳舞那段，是吧？霹雳舞那段，那个特别盛行的时候，其实那个音乐里面就很多是那个电子成分的。那后来，这大迪厅到95年、96年好像就慢慢就不行了，因为中国这个娱乐形式换得还挺快的，可能那时候卡拉 OK 还没流行呢。真正混拍的时候是变成九几年，九八九九，那时候98、99、2000年左右就是那些88号、88，然后那个 Orange， 还有那个 Loft， 还有丝绒，那差不多那是同时期的。我想滴滴是算北京真正意义上电子音乐俱乐部，就是那种就比如放 house 啊 techno 的，滴滴是算应该是最早的。我想应该是第一次听，就是比较喜欢，觉得哎，这个音乐是我想听到的，应该是莱特曼。就是有那么一段觉得就是跟平常不一样，但是当时可能就是纯玩嘛，就是没有太多去想，但是就一直之后再找，通过找国外的这种CD 啊什么的，当时因为没有不像。网络不像现在，就是大家资源很多了。那会儿就是，然后后来听说了有一个，那是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听说了有一个 club， 就是在那个工体东路吧，就是88其实 ，Vogue， 但是就说不太好找，但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我们就开车就去了，找了很长时间，结果找到了。那时候往往就是从往往是周末出去嘛，然后有的时候周二周三也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时候大家兴致都特别高，就不光是我觉得是我周围一大帮人都是这么过。那时候有什么莱特曼、热点、杰杰、NASA。 在北京就是 NASA， 原来在电影学院西门。所以我们的固定节目就是先去17，然后喝酒，然后看演出，然后再去88，然后可能待到可能是11、12点，然后可能又去什么 Orange， 然后 Orange， 然后因为都是很就是附近的地方，然后再去什么 Loft， 然后再去丝绒，然后可能最后回88可能4点，5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从八十八出来天都亮了，然后天亮了以后，然后我就去那个，我去北海了，所以然后看一帮老头老太太晨练，你知道吗？就觉得特逗，然后他们刚起，然后我还没睡，就反正那个阶段就是那两三年，可能一两年两三年，最多的三年，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最混的时候，应该是在九九年的时候。北京就开始有一些做 party 的人，在台湾叫 party 高手，是吧？高手。以前我跟杨冰一起做过那什么中国大气工厂，反正断断续续那时候我们一块做了很多 party， 但是都是很地下，在不停的地方游击。我是2000年就是从深圳来的北京，那会儿是有一个俱乐部叫 Orange， 当时我和那个 Kiko， 然后跟他一起在那做了很多活动。后来认识了 Kiko 和 Miki 他们，就是做演的，然后当时就觉得那 Miki 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当时在 Orange 觉得太棒了，就是 Techno 原来是这样的，就跟下雷暴雨一样，低音 Bass 能成，就是但以前听 Trance 不是这样的，然后在 Orange 的时候接触 Techno， 觉得就真想骂人，当时觉得这个音乐怎么能这样，就太棒了，就那种感觉。后来到了2003年，我们觉得就是说因为当时北京的这个电子音乐的这个气氛逐渐已经比较在发展，所以就而且有本地很多就是优秀的 DJ， 所以我们就想能做一个稍微规模大一点的活动，是就是为了展示本土的这些。盐的意思是，其实在古汉语的意思是那个就是光滑，就是它那个光滑迸发的那个三个火，对对，是一种就是其实有点像个什么词儿，就是那种有点像过去的动词加形容词，就是它是一个就光滑灿烂的那么一个状态。印象深刻当然就还是两次的长城，特别是在2004年的时候，第一次在长城是真正在长城上面的一个烽火台上面做的，而且那天的天气也特别好，到早上就看到很多人看着日出就是哭了，感动，非常感动，那个美景和电子音乐的那种融合。我自己当时反正站在半山腰，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好像是真的感受到那种迎接外星人的那种特别未来的感觉。这是一个人类做的一个仪式，对，就真的感觉马上外星人就来了。确实是因为第二次好多人慕名都是从有人从香港过来，对，有人从就是从国外过来，直接飞过来，然后玩完那人就走了。对，当时还有一帮四川的朋友差不多包了一架飞机过来。这个 party 和电子音乐这里面产生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作为我其实算是受众，我觉得它跟别的音乐都不一样，就你说比如说是 rock and roll 那种，是就是能让我一下就有些是特感觉特别阳光特别有劲儿的那种，但是电子音乐不一样，它我可以它的感它让人感动是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去那个长城金山岭长城 party 的时候，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然后先一开始可能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开始就是快天亮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比较硬的那种 techno， 然后我记得天亮的时候，然后就是应该是在长城上 Dio 是放最后天亮的放的是 trance， 就特别大的音乐，然后前天晚上下了雨，然后整个人都在雾里面，但雨已经停了，就是真的是眼泪在眼睛里转，就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种音，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人就完全身上所有的细胞就变成小气泡飞了，融化了。
三年开始到2007年，那时候就开始去比较多的 party， 然后因为去 party 多了呢，就会认识一些 DJ 的朋友。那个时候我还做着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办公室的工作。然后当时老肖就是肖林峰，他在应该是东五环外吧，反正是特别远的一个地方。他当时住在那儿，就是有一个 studio。然后大家都喜欢那种。喜欢音乐，喜欢那种电子音乐，喜欢 DJ， 没地儿去。周末有时候没事就去那个 studio， 我们说就一帮熟张，其实就是私人的聚会，也没有什么，肯定不会宣传，就只是交朋友而已。多的时候可能20个人，少的时候可能十几个，一半是 DJ， 然后一半有点 DJ 家属，然后有点爱好者。当时在三里屯同里有一个最老的那个 China Doll， 就 China Doll 那个老板之一叫吴英。吴英也跟我们去玩的，然后说哎，你们这个音乐，就我们那时候放的音乐偏 minimal techno 那种，跟外头很多那种音乐还是可能有点区别。然后吴英就说哎，那你们去 China Doll 试试吧。你每天就跑在 studio 里头，杀到五环以外去，就城里有地儿你就来试一次呗。然后有一个我想几号来着，九月六号哈，我记得反正九月份还是个星期四，我记得就是你想也不是周末，然后星期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针刺电音，也没有什么宣传，就大家只是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就叫平时喜欢 party 喜欢电音的人说过来一块玩。那天挺奇怪的，趁到平时周四人可能没那么多，但那天断断续续的来了很多人，然后气氛特别好。那个星期四，然后那个老陈的道真的就是人声鼎沸，有特别多的人，只要上楼梯然后听到这个音乐，看到这个场面的人好像几乎就没有走的。我记得现场有外国人真的就是那种特别激动的，两只手拉着 DJ 的手这样握手，然后就说啊，没想到在北京还有放这样的音乐，然后还有中国的 DJ 放这样的音乐。那天晚真的是一个挺有魔力的一天晚上。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我记得有我，然后有嗡嗡，还有谁，我们就一出来同里那路口，就坐在就是三里屯的那个马路牙子上面。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整个的心身体都被阳光穿透着这样照亮了，就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就觉得其实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儿。现在我们来请到上海的电音中国的网站的制作人，也是 DJ Dave K， 还有针刺的最帅的 DJ Iris。 那你给我讲一下，你做 DJ 很多年对吧，然后你又做这个网站，你觉得现在你对电音市场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吗？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在继续着我们的梦想，但我觉得一天一天比那人好。你看现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那阿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也是从台湾来的对吧，那你觉得就是你在台湾就是这种环境跟北京有不同吗？相较之下我觉得北京还是比较国际化，外国人多，而且尤其这种文化还是毕竟从国外传过来的，所以玩这种文化我觉得北京还是比较到位一些。爱玩一点，他们真的比较爱玩，年轻人更加爱玩一点，而且他们喜欢艺术，这是最重要的。我从昨天晚上就没有睡觉，因为在上海有很大的 party， 然后我就一晚上睡不着，因为我很喜欢 intro。 应该每一次，昨天我打电话给温温，温温跟我说每到五月份他就像大考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种 party 每个星期都要发生。那阿伟，你是这个的主办者，你觉得有什么要跟就是大家看这节目的人说吗？最主要我觉得除了刚才 David 可以讲的以外，这些 party 或音乐节要持续发生以外，
我们还得属于要做自己啊，还是要做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文化带进去，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最重要的。6-7千人，宣传做得很大。我们那时候就包括电台啊，什么报纸、杂志什么，因为这还是有官方的背景嘛，就文化部下属的一项目。第一届的气氛特别好，我觉得第一届是最起的一届，因为所有的事儿都是第一次，最激动人心。那时候也让卖酒，当时警察没管那么多什么的，然后音响巨大，就因为那音响当时是赞助的，赞助商就生怕觉得声音不够响，那个觉得这个音响不好，所以推得特别大，然后所有人都疯了，但特有意思，我觉得第一次。对于电子音乐来说 ，Party 是推广这些音乐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平台。就是当很多人在这个 party 的现场听到这个电子音乐的时候，他可能之前从来没听过电子音乐，或者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但他一旦把它嵌入到这个气场里面来，很多的时候这条脉这条线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当时的那个音乐对了这个点儿，就一下子打通了。然后喜欢电子音乐的人的队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壮大的。当然音乐节因为它的规模跟其他的都不能比，而且它的不管是从国际交流的层面来讲，还是对就是推广电子音乐文化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它都有更大的更深的这样的一种覆盖。新的车，很漂亮的车。哟，孤独的人，老婆不能去，非常孤独，非常孤独。They're not sure yet, but they say if they got one, they don't. No, that's not me. Yeah. 怎么着？水吗？我们要买点水吗？是，那个 Halloween 万圣节、新年的倒计时，还有再加上可能 MIDI 吧。这种觉得像白黑的。白是属于就是春天一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 party， 也是以周年皮的那么一种。白，然后周年，我们马上7月份要做周年，7周年，我们7周年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每次做那个周年，就是虽然我们人不是太就来的人周年其实不是太多，但是每次周年我都觉得是一个特感动的事儿，因为你会看到 party 里的有人，比如说你能看到他之前是就是来玩 party 的，然后呢他通过这个 party 变成了你的朋友，然后甚至有的成工作伙伴，然后你能看到这个 party 里面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 party 然后又互相认识，然后可能又有工作上的一个就是交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你能感到他们就是在这个 party 里是一起成长的，然后而且会衍生出来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就是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 party 带给人，就是他在城市里可以一直保持，然后他会带给这个城市很多故事，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最重要的我们能保持住最原始的那个概念，还有能一直保持住这样的规模继续下去，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很多的时候
就是说你把一个事儿做大，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你能控制它是一个最难的事情。航母的第一次应该是2009年，我们是去秦皇岛，这个全路程啊，有一条公路叫京津高速沿海大道。我们是经过那大道的时候，发现了有一艘航空母舰，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的武器嘛，摆在那边。那么我们用一个音乐的概念把它，就是说理想到，就是在这个 party 里边，我们宣扬的一种精神就是爱和和平，就是没有战争。所以那年办完之后是，全球50个最佳的瞬间，去了好多国外的电视台，包括那个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这一版的旁边的一版，就中间是毛泽东，旁边就是一条，就是我们的那块儿，挺酷的意思。就在中国，只有中国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现场的情况也非常好，很多人穿着各个国家的服装，拿着中国的国旗，也拿着他们国家的国旗，大家就跳舞交朋友，没有任何什么互相伤害啊。我们是联合国嘛，在北京生活的各个国家的人，他去这个 party 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自己的民族的自豪感，都拿着国旗在那边跳舞，所以最后就大家一起拿个自己的国，自己就拿自己国家的国旗，非常的和平，大家觉得摇摇下自己的国旗，然后喊我是英格兰的，我是 Japan 的，那没有任何战争，就是我们看，就我们希望那可能就是最理想的共产主义，我觉得。Are you good? Yeah. How's it going, everybody? I'm waiting in line to get on a bus with a bunch of Maynews and some dudes, too. But we're going to see what their feelings are of going to this party. Is everybody ready to party tonight? Yeah! Chinese. 先从台北开始说起吧。我觉得台北在，就像我刚之前讲的，9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是最鼎盛的，以电子音乐来说最鼎盛的时候吧。然后但是后来真的是因为资讯太过于发达，有很多主流的文化就是其实在台北就是这种文化其实已经没落了。相信最早听到电子音乐或最早受电子音乐的应该是广州，因为广州是离香港最近的，包括这 DJ 文化其实最早期可能都是从香港传到广州，再传到整个内地。但是应该是十几二十年前试的吧，但是这十年其实广州有点被边缘化，主要是上海的崛起跟北京的崛起吧，所以相对来讲反而现在电子音乐从业人员在广州其实并不多。在亚洲来讲，可能有这么大气候的可能除了东京就是北京。这为什么我会选择来北京的原因吧，因为我觉得北京有它的，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尤其在艺术方面，包括我接触一些音乐人，他们的心中有自己的东西，有灵魂在。但反观有些商业的地方比较浓厚，可能他的灵魂会被这些商业行为所掩盖住。各地的这个风格或者因为当地的情况什么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可能做的事儿不太一样，可能你做了很多其他的跟这个音乐文化产业相关的事儿，可能都会促进电子音乐这种产业的发展。这几年已经好多了，我觉得中国最开始办什么 cheese party 从1997年有带他们办日坛公园什么的，到现在还是多了一些人，但是我觉得用10年来衡量的话，从1000人到5000人，我觉得还是太慢了。发展的挺快，但是就是有点不健康，就是风格换的跟国外也会，就是国外什么风格可能国内马上就会有这样的，国外用什么设备，国内也会用，很快这个东西，但是会消化不良。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就是还是比较就是频繁的去欧洲的演出，就因为我们其实演完了以后，会有下一个演出商会去定你的演出。我觉得更大的差距不是来自于技术上的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有些是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音乐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土壤，因为你如果你身边的人是做这样的音乐，和你身边的事想的是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进步。什么时候这个音乐或者不管是电子乐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这个音乐成为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音乐家的生活或者
我觉得这个环境才能好起来。1999年、1998年，然后之前有什么枫江洲啊、超级市场、陈地里这些比较出名的。枫江洲啊，比如孙大威啊，然后陈地里啊，那会儿就是因为那会儿做电子音乐的人非常少，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团体，而且大家所有的用的软件都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互相 copy。然后后来当时是跟我差不多大吧，有一些人可能十几个，做的东西就是比较初级，然后比相对实验一些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从同时出来了。在九霄演过一次，就是山水唱片策划的一个演出，然后都是这些原创，不是 DJ 的那种，就是属于 IDM 音乐的那种一个专场。我们遇到过演出只有三个人的时候，对，我记得我们演出的时候还拿过5块钱，就是这种5块钱。那个时候很少吧，那个时候演出的话都是20人什么的。因为他们有受众群是这样的，而且大家一听电子好像那会儿都跑了，就是在精不在多，就是你来10个人，就是真是来看演出听音乐的就行，来100个都不是来看演出，来喝酒的对我来说没意义。再后来到2001年到2003年之间嘛，有很多人就开始拿着笔记本就是去演出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那个状态，我是个观众，我也不愿意看，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演出太枯燥了，这个搞不好这个事情都搞成一个学术上事情上去了。我之前发现很多做音乐的人，比如说乐手啊或者音乐人啊，他们对电子乐其实是有点排斥的，他们会觉得这个太容易了。也不是排斥吧，我就觉得那种音乐没有什么技术。我本身就是鼓手嘛，我希望是演奏电子乐。我就想能不能用上电子音乐的想法、电子音乐的曲式，还有电子音乐的这种 party 的理念，把这些东西融合到里面。说白点，有点像我们整个团队是一个 DJ。因为 techno 音乐是全球化的一样，它是一个特别，就在电子音乐里算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一种文化，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文化，所以它受众大。像我这种就是小众吧，全球都是小众，哪个国家的都是小众。这种音乐没有大明星，但是呢是小圈子，但是是世界性的，就是谁出一张唱片，大概全世界做这种音乐或者听这种音乐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但是是一个小范围。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圈子变得有多么的大。其实还是那几个，在我看来，比如说是这个 Dead J， 然后 Slooming， 然后真正的坚持不断的出版，比如说 Dead J， 然后还有一个叫 Mimo 的，然后上海有 B6 啊，MHP 马海平，包括那个孙大威他自己有山水，是吧？现在出了很多巴比特那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挺实验性的电子音乐。我觉得这些人反正是还是中坚力量吧。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来自于就是一种对文化的不理解。申报批文、安全、消防这类的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他的职能的角度来说，他要把任何所谓的可能性都扼杀在摇篮里，但这就像化疗一样，就好的坏的一块全给杀掉了。这个国家这个就关于这方面的这些法律法规还非常不健全，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公安局局长说停就停，我们也没有依据，他也没有依据，但是他有权利。俱乐部，你想，我从最早2000年那时候开始做丝绒开始，就俱乐部一直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俱乐部对一个城市来说很重要，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文化的阵地。早期九霄的时候来的客人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最开始做的时候特别辛苦，没人呢，你知道吗？那时候宣传靠什么？没什么途径可以做宣传，
就是我每天坐在店里边，然后拿手机挨个朋友发来喝酒来玩这样的。所以就是多数人都是等于是圈里人，音乐人啊、艺术家这种的。是的啊，灯笼人一直，其实周末人一直很多，有时断断续，那时候还有白兔，两家挨得很近，反正有时候人串来串去，一会儿在白兔，一会儿在灯笼。In the end, I know White Rabbit like close once, move to San Litor, so twice open, twice closed. What's the problem with it? The problem.It's so many different problems. I never open a nightclub. it's just as with any business. It's a business. 作为一个夜店经营者来说，一直是一个困扰，包括现在。我想小翁他们的 house 也是同样的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坚持你的一个音乐理想，你可以做 party。但是如果做一个经营场所的话，你就进入到一个跟其他的这种夜店的竞争当中。对，不是说因为你经营了这个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就那3.3地下有些餐厅什么经营不好，就没生意。那对于这个房东来说收不到房租，这时候来了一个卡拉 OK 说能把一层都租了，那就从商业角度来说，他肯定要选择一个哪儿挣钱多的事情来做，就是然后灯笼就走了。So that's it. White Rabbit is dead. The rabbit is dead. 我觉得这几个 club 是就是跟线索一样，一直有。我相信，就当时说也都说灯笼如果没有了，但是因为这些人都在，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太就只要喜欢的音乐有就可以了。但实际的操作中，我觉得一个文化的改变，我现在明白，不是一个俱乐部某几个人就能做到的。就现在因为 house 现在已经关了嘛，就等于从商业角来说，它还没有达到一个能维持商业运转的这么一地步。所有现在跟我说他怀念九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到那个地方你觉得人是对的啊。对，是这样的，对吧？对，人是对的，音乐是对的。对。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ppreciate that we put the music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not have a lot of other things and interrupting the work of the DJ.And I think, that's why people like it. 你像我们刚关门，但获了什么那个 City Weekend 啊，什么还是北京儿的什么最佳跳舞俱乐部。但是这种喜欢的人真喜欢，他们投票认为你是一个最牛逼的俱乐部。但是不喜欢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没存在过。对，我经营了这个俱乐部，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为什么很难把这种文化推广。真正平常去出来消费的人啊，他不是说那个去消费文化啊，而是消费这种喝酒啊、泡妞这种文化。那么他们是就是不理解电子音乐，对对对啊，他们也不在乎。真正懂音乐或者懂文化的人不出来消费，就比方说他们就我周围的很多朋友，真正喜欢音乐的，他对音乐有一定品味的人，会觉得去夜店是太就是太闹太吵，因为没有过去的这些 club 在北京生存和死去，就也就没有现在的 party 有几千人，一个音乐节有上万人，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电子艺人还是出版还是很关键的一环，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推一些真正的本土的明星，而不光是那个海外的那些 DJ 来挣钱的，就是走穴的这种，让这些音乐家变得就是更简单来说，就让他们变得更让更多人认识，然后有更大影响力。我觉得这事儿也是我们的责任嘛，就是大家一起的责任。这其实是整个音乐大的环境的一个责任。一种这种新的文化，从被人认识到了解到熟悉，肯定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过程。像电子音乐对于其他音乐来说，它的历史很短，摇滚乐可能要比电子音乐要多一倍的时间，可能摇滚乐可能有40-50年，但电子音乐可能也就是20多年，对，所以它还是一个年轻的文化，年轻的音乐。就是做这行从已经十几年了嘛，然后而且也离乡背景嘛，现在其实因为其实我的家人都是在台湾，就
就我一个人在北京嘛。然后，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挺也不会灰心，但是就会挺无助的。有时候，因为这个文化，毕竟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主流文化，或者是说大家能够了解的文化。然后，包括我们音乐节，说音错电子音乐节也办了第三年。其实，当然，我觉得是越办越好。包括我们做自己的唱片公司，发行自己的音乐，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去接纳电子音乐文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我们在做活动、做 party 的时候，可能九成都是老外国人，但现在已经几乎是一半一半了。所以这显现出，其实越来越多人去接受这一类的文化。对，只不过以现实的考量来说，毕竟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还没有发展特别的商业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商业手法还不是那么成熟，或者说这不是一个主流文化，所以主要还是现实面的问题，场地的问题也好，然后收入的问题也好。但有时候就是，所以有时候当然会觉得很无助，但是这些无助的感觉，其实在我们办完活动，看到那么多观众也好，那么多来支持我们的人，其实我觉得那是支持我们不断往前的动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所以有很多困难。说坚持也可以，但是可以不用说坚持，就是他们喜欢做这个东西，那肯定会想办法去做下去。然后很，我觉得比较聪明嘛，就是都会找工作。有的人会在公司里上班，有的人就是拼命做活，都会去平衡这个东西。那年红晃做了一个 Tribeca 美国独立电影节，然后他就开始放最后一部那个闭幕的电影了。那个电影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它叫 Planet B-Boys。 其实我现在想的话，就是 DJ 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当时的那情况下，和 B-Boys 是很像的，都是那种你要是从事这行，就是你的家里人会说，就是你对不务正业，你去干点正事，就是 get a life 那样的一个行业。他们到应该是柏林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街舞的比赛，然后其中的反正不是韩国就是日本的这一个组合就拿到了冠军奖杯。然后最后采访的时候就采访获奖者嘛，就已经开始滚字幕了。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有什么想跟观众说的吗？你们为什么就是会做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大老远的跑到柏林来，然后一直这么辛苦练街舞？然后他就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字幕就还滚着，然后真的足足有半分钟就没有声的时间。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就说还能养活自己。我当时就特别感动，就真的觉得就眼泪就快掉下来了。因为就跟我当时认识的这些 DJ 朋友们一样，或者说任何你为了自己的爱好的一个事情去把它当成事业，然后为了它去奋斗，不管它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难，有多少人认可或者不认可你，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到最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去干什么，就是说做音乐以外，因为就这个就是做音乐其实就是逃避现实吧。我觉得这个是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音乐只是造一个梦，不是，我觉得没有，我跟我的音乐表达不是跟现实中的任何问题，我也不会去说这个世界的好和不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逃避吧。我觉得能自己造一个自己的梦，而且如果我在一个时间段，我觉得一个演出中间，如果我能自己能得到一种释放，我觉得所有的人也能得到一种释放，这事情就非常完美了。我觉得我是想把 party DJ 电子音乐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是我的生活，我这种人的生活。我觉得反正至今我也遇到很多问题，我也经常彷徨，然后但是每次想想如果不这样做又能怎么样，然后毕竟你在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个是就足以能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这么一个道理。实际上很多人说不能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变成职业，但是如果你能把自己喜欢的事变成职业的话，又能做得很好很高兴的话，是不是我觉得你的人生没有白过，比什么人都有意思。